好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有个和我长得一样的人在追我。你干嘛？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你千万别开门，我马上回来。别信他，就是他抢了我的手机。别怕了，快开门！你是不是把那个女人放进去了？你们。上周末我们去了哪里？你不是回老家了吗？好，我去赶个早。你到底是谁？所以，林浪浪是怎么发现的？